开展之前，艺人柯以柔率先带大家一睹各式各样的摊位特色商品。过年买礼送礼有多种选择，厂商也大方提供好料试吃，并且在展览期间每天放送200个福袋，代代有奖。因为哈，这个米家爸爸款啊，哇，真的太多可以选了。尤其呢，来到我们这个世贸的年货大展哦，可以说是哦，商品非常丰富。我相信大家哈，可以说是选购的非常眼花缭乱。今天呢，就先小小来问一下以柔呢，现在这个妈咪呢，过年时节必买的一些攻略哦。首先呢，这个妈妈哦，在过年时节呢，南方哦，跟讲是炖，哎，围炉饭对不对？一定要吃的有点山珍海味，吃的大鱼大肉，这样才有过年团圆的气氛嘛。首推呢，我们这个纯鲜的海鲜礼盒，里面呢有我们最顶级的龙胆石斑，这里头呢含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。今年主办单位特别与中小企业协会合作，约70%的参展厂商是首次参展，各式的海产、有机商品与养生产品，还有特色礼盒都可以在展场找得到。除了国内业者，也邀请国外业者展售异国的特色产品，为民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我们在岁末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冒险的以这个办展的精神呢，来把这个我们好台湾好的产品呢来推荐介绍给我们的消费者，让我们的消费者呢，在今年的春节的时候呢，春节期间呢，要送礼啊，要宴客啊，啊，什么等等的，都还有在家里吃团圆饭啊，都不要伤脑筋，可以找到更好的东西可以来弄，那可以来一起来享受嘛。所以这个年货大展的希望就是跟我们的厂商一起呢，塑造一个好好过年、过好年的一个心情。就是我们这一次啊，也不只有这个台湾的产品，我们有来自19个国家，包括北美的，从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，甚至到欧洲的，也有。黄秘书长也特别强调爱心公益，邀请各界慈善公益基金会设置摊位义卖，帮助弱势团体。因为我们是庇护工厂，那近年来呢，政府的补助还有民间的捐款是越来越少，那我们的麦菲尔呢，他们自力更生哈，然后自己在工厂里面生产咖啡，还有曼菲尔品牌的奶茶。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的通路可以介绍给我们的社会上的朋友。那曼菲尔我们的产品呢，我们是健康、有机跟乐活的商品，所以我们的商品是全部都是经由检验然后合格的商品。我们很希望借由曼菲尔这个曼菲尔这次世贸展的机会呢，能够介绍给各位朋友。展区结合欢乐的活动、崭新的厂商以及国际化的商品，还有特殊的工艺展区，让大家有一处欢喜又舒适的办年货空间。记者翁君采访报道。中嘉有线电视，熊精彩。